每只平均重达600公克的龙虾，厚实饱满，肉质鲜甜，食材新鲜，烹煮过程精简，就是要保留龙虾的原汁原味。市价3000块钱的大龙虾，现在让你付一次钱就能拼命吃，还不限用餐时间，让你花钱绝不手软，却能吃龙虾吃到嘴软。记者刘玉君、何孟伦台北综合报道。